第四十七题，四十七题到五十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四十七到五十题。人造卫星是以火箭为动力，将其送上太空，在特定的轨道上绕地球做圆周运动。图一是火箭上方搭载人造卫星静置于发射台的示意图，图二是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的示意图，且甲乙两卫星质量相等，轨道 B 比轨道 A 高。而第四十七题是问我们说，哪一个人造卫星所受的地球引力较大？地球引力就是万有引力，跟质量乘积成正比，跟距离平方成反比。距离越近的，所受到的万有引力就会越大。图上面，甲卫星的轨道 A 比乙卫星的轨道 B 接近地球，所以甲卫星所受的地球引力较大。第四十七题问我们说，哪一个人造卫星所受的地球引力较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。